么调度？卑鄙调度啊！应该是有阳光，不然人不会那么多。这直接放我。每一只都看看，它哪一只人比较少？Thank you.
痛。这一只完全没有人了，剩下我一个了。哦，好爽，对面一堆人。什么钓组？卑鄙钓组啊！吃到会卡死。这把哇，好好回家。把一架沙梭吊组看看，这个会不会更会咬？看一下沙梭吊组。鞍朝前后，这边是沙岸呢，这边也是沙岸。
因为他刚刚坐在那里钓不到鱼，因为那边沙滩，我钓的地方是石头啊，所以是有差的啊。那边有食物啊，这边没什么食物啊，所以鱼干嘛游进来？看清楚地形吧。今天浪还蛮大的哦，不过还是有咬度啦，有机会再来这边。我给他喝点水啊。很渴了。